对吧？那你也得有这个前提啊，对不对？可能在他们眼里没有这个前提吧。古籍千卷，皆在我因为心。困姐的群内，其实质量还是偏低的，对吧？什么胸鬼？怀千军万马，何惜射醉一人？劣势挂闪电劈自己，妈的！别妄想让我说出一个降字！人他妈都慌了呀！过河拆桥。杀！五军势大，更应步步为营。亏的鸭皮，他被丢草留了什么牌啊？南蛮入侵，南蛮。哦，主要是真的劣势了，必须要挂，不挂不知道怎么游戏了。妄想让我说出一个降字，除非打死对面两个，不然都是劣势的。因为曹仁太厉害了，曹仁这个逼一个顶俩。化守为攻，出奇制胜。出反，出反打打酱油就可以了。怎么跳跳摸盘，跳跳出盘，随便砸到人。主要是曹，都是连坐卡距离，这曹仁最擅长的，都没距离，那一个一个死。就边上的一个一个死，看谁先死的多。不君无心之过，非本院所为。红桃草花方片，哎，你还真别说，这个版本的曹仁还不真不知道该怎么学，因为这技能看着挺正常，结果用起来就挺恶心。散摇破敌，不攻自破。莫识于心，自可随心而动。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，我觉得可以打。先打决斗拼无限，这样提前把无限先拼了，决斗正好可以接的。无懈可击，敌营虽然事小，但万不可急图，因为他把藤甲地丢的了，他不丢藤甲，以挫敌锐，不丢藤甲，好聪明。万箭齐发，五军势大，更应不。我就希望他一个冲动把无懈把那个藤甲丢了。